8:40, 8:45. Yeah, all right, thank you. Hi, morning. Hi, 我们现在已经到斯里兰卡了。我刚刚下飞机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，然后今天早上赶早班过来。然后我在飞机上面又不出意外的又吐了，我不知道我这个坏毛病什么时候开始染上的。那我们现在赶紧要填一个这个入境的这个叫什么？我们要填一个入境单，然后就要过海关，然后我待会去酒店稍微洗漱一下化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行程啦。就看那个给我卖车的那个。2 hours later， 我终于活过来了，因为我今天真的是太累太累了。然后我们下午到了这个酒店之后 check in 之后，我就马上去吃了个午饭，结果那个午饭吃的我真的是心里火大，他居然给我做了一个多小时才做出来，就是吃那种很简单的简餐。其实我当时已经特别累，头也很疼，所以然后我们吃完饭回来之后已经快4点了，我就直接说我先睡一小会儿，然后我再起来化妆什么的，我们再出来玩。结果我们俩在那里就是倒下去之后再也没醒过来，等我们俩醒过来了之后天就已经黑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，今天就只能我们先去夜市逛一逛。然后本来想看看大海的，这边就是我们酒店出来就是大海，那边就是我的房间，然后看出来这边就是超大一片的海滩，我觉得超美。我现在就发现我们酒店这里面整一片的地方都很美，但是我今天就是没有看，我的妈。可能我们待会去逛逛，然后我只能明天早上早点起床带你们来看了。然后我真的没办法，就是我以后再也不要再出来玩之前工作了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只睡了3个小时，我跟大妈都有点顶不住，就是头非常的痛。去呼吸一下新鲜的海风。The next day. Good. Good. Bring the gun.Nice. Because this is chicha. I want to take photo.
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今天晚上住的这家酒店，因为下午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我们就把去狮子岩的行程暂时给取消掉，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再看看天气我们再去。早上的时候天气会比较好，所以早上的时候我们去了那个尼甘布的鱼市，虽然像攻略上说的那样比较新比较有味道，但是我觉得那里还是挺值得去的，因为特别有那种当地人生活的气息。但是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小心那种上来跟你搭讪的人，就是我发现这边人就很喜欢就是过来说 我会给你一些帮助啊，带你去看看这带你去那看看那，然后给你扶一下，然后就会问你要小费。你不是特别需要别人帮助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走一走看看。So where's the lock? Oh, okay. Okay, yeah, thanks. Thanks. Alright. 我们的飞机不小心落在飞机上了。Please check. Okay. It's a drone actually. Yeah, yeah, yeah. That's it. Yeah, and two battery. It's a. Oh, I need to sign. Okay. So I sign here. Yeah. Okay. Yes. Oh, sorry.Okay,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help. Yeah, thanks. 还好拿回来了，我觉得斯里兰卡人民还是挺好的。我第一印象真的特别好，因为他们都非常的 nice， 然后还帮着我们找东西。他们好好，如果他们不提醒我们的话，我们真的我们两个可能回到酒店都不会记得这件事情。我待会儿还要再打车回来拿，真是的。这个旅程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旅程，希望后面我们两个不要再这么麻瓜了。